似因呢句客就见我，呢度今日就见你喎。听到就可以，为人你听哦，啊听听了神，啊就爱困，对吧？好，大家听啊，真欢喜，就表示无在困啊。好，按过来话，看一下只吼，如何修习佛法？其实我未头壳不用讲开啊，啊这吼是来印证给大家知影。我讲的呢，不是我白讲的，不是我发明的，这是佛讲的。所以按那修呢，他说所研修的，按慢慢讲的修几下呢？烁烁一善所缘境，令心安住，将复修习所缘形象。所以讲烁烁呢，就是讲你不断不间断，对于你内心迄个情况呢，变成哦，迄个所缘。安内安那要做代志，手捡物件，是不是讲有咧做代志？手捡物件，好，啊要来做出一个模样，还是讲要来倒地？安都清不清？足清楚？安怎要倒地？要领咖啡？但是安尼内心呢，看未到，只有安家己知。安内心真了有一个所缘，这个所缘就是讲你目睭有一个物件，互你缘就对了。迄、那个缘是啥呢？生活，生活就是呢，譬如讲要关心人，为着众生呢，离苦得乐，我要来听法，这就是善缘。但是安怎么来讲的呢？就是乞丐，就是讲我今日要帮助一个人，我要关心伊，就是。这个关心，这个就是我内心的所缘，要用功的物件。这个物件在内心的时呢，我要关心这项法，论心哦，论心安住，这个法就安住在你的内心。将复所修，将复的，你得爱搞。你既然要关心这个人，你是不是搞这个法呢？好好搞保护你内心这个形象。这个形象是啥呢？就是一个法，要关心这个物件。有这个物件，你唔得开始做代志，是不是呢？有一个目标，所以呢，所缘心相就是内心一个形容。迄、那个物件就啥？就是要关心这个法。我要关心啊，藏在我内心。盖无从无始之为心所自在，变成是呢，这个盖的因为呢，从无始以来，安尼在咧轮回。咱家己呢，拢何心自在，为心所自在。表示讲心呢，不为自所自在。这个心呢，伊无互咱个控制掉，咱无自在。无自在是啥自在呢？烦恼自在，是不是啊？心复随向烦恼定中，定中而发，而为发起一切罪恶。因为你心啊，无能控制，无能主宰，你就是乎你的心主宰，你的心就是烦恼，所以流转于三界。因为安尼呢，你有烦恼，你拄到不佳嘢，你就掠讲去排斥，去背面掉。你拄到欢喜呢，贪到要死啊，唔是贪，就是掠讲。所以呢，你呢就随着这个烦恼呢。来障碍你的神经，会起来，这个障碍，这个障就是障碍，因为妨碍、烦恼啊、烦恼、贪嗔痴等，会障碍着你的神经。所以呢，你就跟人做伙，未合，你就两个，就排斥。人讲遐多，你就不耐烦，做了种种的恶业。这个恶业呢，是内心还未显出来哦，还未讲出来，是不是恶业？那念头不好嘛，念头不好，你即马挡会掉，连讲你都挡会掉，敢是？就是讲，表示讲，安尼修呢，就是有一法，看到你的烦恼起来时呢，伊要做恶啊，你都看到啊。这是你叫做修，先认识烦恼，先了解你的心，你的心现在是什么模样？是善还是恶啊？你知影你的毛病，你较怎解你的毛病啊？你有问题，你较会通解。如果你也无问题，你是要解啥？修，就是爱藏一法，好好啊咧，甲保持掉。此修呢，即是呢，令心令其心。这个修呢，讲来就是呢，让你的心呢，会当随着你要甲藏的对，就甲藏的对。
随自自在，随着家己呢，要关心人这个法呢，何法会当自在？堪人所欲，堪呢就是讲堪人，就是讲我会当呢安住在我的内心所欲，迄、那个欲呢就是我所想的意想嘛、意求嘛。安住在这个现今变成我用功一个所缘形象，是不是呢？安尼有看有嘛哈？此复若随任意所缘，即便修，如果呢？安尼心呢？啊，随着安拄着什么境界？安内心的所缘哈，所缘就是安内心嘛，必修啥？变作修，安尼就是修哈，则以所欲如实次第。随着你家己要修的这个物件，伊嘛有次第啊，有次第啊，修好啦，中间大家有一个安排啊。修行哈，你有安排，但是你修行的中间呢，何时？会今仔欢喜就修，明仔载休困。哦，明仔载要死啊！本来我去念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哎，我感觉我今仔精神足好嘞，因为早人上课嘞，我哩嘛对，我精神才会阿袂死的，我有感觉，我今仔先休困了。对，讲你念一下，就拍关就对啊啦。你一定修袂了，善所缘尽，定不随转。你迄个善所缘尽，你关心这个法呢？你要让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法呢？根本无可能成就，无可能随着你的心来去转。你无法能控制，你无法能一心不念，你无法能呢？你关心这个法呢，在你内心的成就，有够清楚嘛？哦，倒变来讲，哦。反移如意善所缘境，这边来讲呢，如果你内心想要讲有一个法，我要关心这个善根呢，要甲开发出来，变成这个关心呢，变成我内心用功的所缘境，堪任安住成为大障碍。表示讲你要修，但是呢，一工拍二，三工拍干，是安尼讲样，好好，就是讲今仔修，明仔再无爱修。如果你要有这个毛病呢？在你的内心呢，变成一个障碍，无法能成就。若从最初，另成二处。你开始做的时，如果这个毛病你无看到，伊变成习惯性。这个习惯性呢，变成障碍你成佛，障碍你往生，西方极乐世界，障碍你关心这个法。则终身善行，悉成过失啊！一世人你要行善，但是呢？拢无当承受，这是不是新的过失？这是我的过失，我不会好好修。这个善，终身善行啊，皆成过失。这个善呢，是出离心所念下的善。表示这个善呢，你讲要行善，我较早有讲过，善内底呢有三种好啊。这种是一般的善，那是基础。你无宗教的信仰，无啥破桥走路帮助人拢是善。但是你有要断烦恼的处理心所设所立下的善，去做这个事情，那感觉拢善咯。煮饭、卖菜，吼、哦，去帮忙人，还是做扫涂骹，拢是善。但是你总之呢，变成你处理三界的主人，伊这个善甲一般的善是无共款。我今仔我的主人无够，就是福报无够，我来只涂骹清清的，是不是安尼？互人会快乐。因为我有一个菩提心，所立下的善又阁无同款啊，这个较高级吧。有这个心呢，所以这善终身善行，就是讲你所行的善，无法当达成讲你出离三界，只要你有烦恼，一世人过得好，后世人过得后世人得个无好啊，三世业。是不是呢？所以只要有烦恼，伊都会造业，所以呢，变成了你修行的过程。你的目标无快呀，就是咧讲这，咱清楚吧？哈。第四点呢，乞丐跟烦恼什么关呢？这种大家知啊。你放一个发起，你做了恶业，表示后边有一个滋滋的，伊就是贪，就是嗔，就是痴，是不是呢？迄就是安尼头家。按过去生吼，拢家做好，伊做了解啊。我家做工过，拢无薪水的，我嘛欢喜。伊叫你受气，你都受气，你挡袂掉，你是毋是做听话？安呢，就是烦恼的如力。
所以呢，有一个界，你就能够放在内心，遇到境界，你要抓狂就要抓狂，你要关心你就关心他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你看了清清楚楚，他的地界清楚，这个东西就是心内的东西，这个自己去修，自己用，你才看得出来，啊，不然呢，要怎么看？他会跟你说，世界是什么定义呢？他会跟你说啊，就是说哦，损害他人的心口与这个行为呢，跟他的根本呢，就是动机，跟他的政治受气，对不对哈？就是这种呢，任意厌舍，这伊呢就如何的心呢，会当远离，会当讨厌这种损害他人这种心和政治，这个心呢，把它掠走。因为阿侬就要损害人啊，讲到话就要人酸啊，是不是安尼？要太忠心啊，阿要防压力啊，阿要人骂啊，这种心损害这个心口意哦，这个心呢要个掠掉，我要厌烦他，我舍离他，所以忍心忍意哦，厌烦。此人断心即是失落，失落安尼讲就是讲乞丐，就是概论。你爱当断处哦，损害他人这个心呢，就是乞丐。世界都是安尼嘛，所以我自过去到即摆咧讲，顶礼拜到即摆咧讲，所以讲安尼讲话，迄间写款，互人心有压力，损害着人。这个心呢，就是以我自嗔心咧挽回我的快乐，挽回我的民主，已经损害着人，这叫做解个无起好，对吼？这伊讲的定义就是安尼，有羞耻，因为你羞处呢，世界。断除呢，损害他人之心呢，你的善根呢，就是增加，啊，就会当圆满。这才是斯罗波罗蜜，这才是乞丐波罗蜜多，圆满就对，到彼岸，世界到彼岸。哦，并非呢，安在外口一切如无有情呢，一离开，迄个被人损害，不是安尼啊。为圆满波罗蜜。如果呢，你离开安这个心，去损害人，断除安这个心，哦，无要断除安这个心就对了。离开安这个心呢，去甲外口所有众生甲安排，互伊买得到损害，买用杀生，买用灭，买用啥款？如果你也用安尼个动作，安尼这个持戒波罗蜜，你唔对个。下下头讲。我今晚先讲解给你听，什么叫做布施波罗蜜？布施就是消除我内心的嗔贪心，对吧？但是我的嗔贪心消除掉的是叫做布施波罗蜜，我一定圆满啊。但是我圆满的中间，外口是不是还有足侪乞丐、足侪善良人？照讲，伊嘛是个受艰苦啊。啊，安尼是佛的六度，这个布施波罗蜜是那些圆满。如果照安尼讲，搁遐侪乞丐，遐侪贫穷人家，应该呢，伊的布施不能圆满嘛。但是呢，伊咧讲的就是安尼，内心已经无嗔念心，已经圆满啦。那就讲我最爱受气，那就讲涂骹袂平，涂骹袂平，你无可能讲全世界个铺地毯啊，我行就是拢白白啊。你有迄个心啊？无可能嘛吼，老菩萨无可能嘛，遐戆呢，嘛无遐侪钱。你啊，涂你安尼买双鞋啊，较轻的，你行到地上拢白，拢未擦着，就是咧讲。哦，安尼较清楚。如果你有这个观念来看这个物件，合乎一个修心，是往家己的心。哦，伊就讲啊，若不尔者，表示讲你也无这种境界啦。哦，现在在六道中的所有的幽静呢，伊也未离开了。这个孙闹，因为咱要甲掠一台啊，啊是讲有咧红骂啊，啊是咧红凌迟啊，苦毒啊，啊过去诸分的波罗蜜未圆满，都应该未圆满啊，对不对？过去诸分的伊修为讲伊的。